我呢是未来科技的销售经理。哎，原来你是来送福利的了。这么贱呀、啊、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简历上不都有吗？你死定了。哎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五六七八，我要把养老院交给你。您最近变得很强势，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搬出去住。金牌大厨找菜，生活无趣，想找点刺激。让爷爷我住养老院。我七老八十，我什么不比你懂得多、啊、抽烟谁抽烟了、啊，你给我气出好歹来！别拿这一套吓唬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要活过135岁，打破吉尼斯长寿记录！你要是不给我，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奶奶！您现在是网红，是新时代明星！啊呸！我有啊！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你这是魔怔啊！你魔怔！你小心你的钱包吧，你别闹个人财两空。终于给你找了一个好媳妇。这媳妇儿中，我怎么这么欠呀、啊？我太欠了我。